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明君。大爱电视旁边就是关渡平原，台北市最大一块绿地，今天开始收割，吸引了白鹭鸶和其他鸟类跟在割稻机的附近觅食。一整片金黄色的稻田，农民欢庆丰收。而今天也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，俗谚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小暑到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期间，也就是说还会热一阵子。而今天真的是暑气逼人，最热在屏东春日39.7度，高雄桥头38度，宜兰的罗东也有37.5度，明天依然要注意高温。而明天开始到周二，受到高层冷心低压的影响，高空的冷空气重，低层的暖空气轻，头重脚轻，天气会变得更不稳定。明天早上，中部以北沿海、东部、东南部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，下午西半部和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，中南部和北部山区局部大雨，中南部山区还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，而周三到周五降雨就会趋缓了。收发农民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。明天开始到周二，受到冷心低压影响，严防剧烈天气，午后雷阵雨又大又急，前往山区尤其是溪水边游玩要特别注意，看到远方乌云下雨，溪水边混浊或是有枯枝留下来，最好赶快离开。而明天还是非常的热，风弱潮湿的时候身体感觉会更闷。最后提醒您，周三到周五台东吹焚风，有极端高温。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。